姑娘，真的，你说，那看恐怖片儿，乐意做噩梦就别看了呗。到英雄联盟，伙计，找人是很难的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在这等一手啊。对面菜刀队无敌了，确实我们应该是无敌了。你自己打下来，全军出击 ，EZ 来。EZ 赶紧跟我来，那两个一个波比，一个塞纳都很脆，快点过来干啥呢？来呀！非得帮他抠一下，那行吧，帮他抠一下也行。平 A 上墙呀！我的问题，这居然没给 E 墙上呢。Nice。不会兵吧？我成为最大玩家，最大赢家。不会兵。对不起了。我是不是得撇你个肥皂了？我发现。这塞纳再往前面走一步，我就杀他。哎，不行，塞纳有闪现，不好杀。漂亮。那波比才一级，没事。你是越塔刷的来，上墙点啊！减肥倒是减了，但是还是死了。那不算啥，我正在打一场持久战。先来个熔渣。我给你个大嘴巴，你给我上墙！哎。恶心他！我撇你肥皂！哎呀，这都能定着我！不好上啊，兄弟！
撇肥皂，只能我跟了，那小黄毛跟不上。不要让我的锤子陷入疯狂。嗯，劫什么意思？哎呦我这劫，撇肥皂，上墙。唐唐来干啥来了？直接一 W 坑点盐换掉，不可能让这波比玩，知道吧？这怎么能让这波比玩下去呢？要不要了，咱买个针眼出门。Killing spree. 玩波比不戴安全帽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没错，它比看上去还要重。我是小炮，我是什么炮？我去螳螂也去看一看啊！谁知道这儿有这么多英雄呢？呀，大蛇被杀了，我们去打个劫。这大姐是真不怕死啊，我发现啊，我在全力，螳螂也挺不怕死啊，那就是一切不是吗？你跟我赛跑啊，你跟我赛跑啊，队友干啥呢？给我杀波比！哎，我好想捡肥皂，但是我捡不着。可以，双杀了。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一步。哇！漂亮！看没看见俺们辅助的 ADC 都会变成什么样？现在知道为什么巫师只能让我辅助了吧？其实巫师退役的主要原因呢，你们都不太清楚。哎，算了，我也不想跟你们说了。因为请我打职业的，我说实话，我这个人呢不追逐名利，我不太想打。不是很喜欢追逐名利，说实话。没事儿，那劫来了也不怕，他能打死谁呀？昨天不是说连 FDL 都不要你吗？那不是谦虚吗？我英雄，没跟你说不是追逐名利吗？来了，糖糖。
这也行。我有一个特点。我给忘了，他这个大招给我甩飞了。没事，死死吧，我们死不死其实无所谓，万一小辅助死就死了，好吧。嗯，我虽然死了，但是我的队友如果能起飞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先把这个波比给他养起来，养起来以后小黄毛杀他就有钱了，知道吗？你给我下来，漂亮小黄毛。我们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养猪，这伤害。那小黄毛装备好啊，要不我就跟你说我们这是养猪的，你能不能让我补一个兵？先给他擦俩眼儿，防止这劫过来啊。你给我上墙，来鳄鱼给我追，打打打劫，想闪现挺能跑啊，差一点点。回家出装备。给我来些锤子的配件。有些东西太重要了，无法放弃。嗯，小黄毛伤害太高了，小黄毛还没出木印呢，等他出完这德克萨斯木印伤害会更高点。没错，他比看上去还要重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螳螂这么不怕死吗？螳螂给我起立，抽一下。哇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上墙减肥道，抽一下走位。减肥道，减肥道，扣一下平 A， 平 A， 扣一连呢，走位减肥道，查眼 E A 扣，死没死？差一丁丁，差一丢丢，没办法，没有墙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
Godlike.没有能给他定到墙的位置。我太右了，他们家全 AD 的，那剑魔没装备。哎，我发现这鳄鱼啊，每把都挺厉害的，这鳄鱼。W 不是加护甲？不加，开了自己看，不加，那是被动。谁死了？那塞纳怎么死的？别的我都不想知道，能不能给我补个炮车呢？让我。你干啥呢？我这不双杀吗？我又让这杰给我杀了，可恶的杰！差点钱，锁着甲，等一会儿吧。锁着甲40护甲呢，多了25。现在就以我们的装备都有点无敌了，你知道吗？打他们家都随便打，更别说小黄毛了。鳄鱼已经超神了，鳄鱼。小黄毛刚才没死啊，他要出冰心儿吗？出冰心儿也可以吧，这把出冰心儿是可以的。投降了，我讨厌打辅助，能不能别让我打辅助了？